2016年001601，他是父亲是华安超市冠军，配祥靖超市冠军，再配大陆600公里的冠军哥。600公里冠军哥是黑里林波龙的，他本身是三支冠军的血缘，目前是本次主力总哥，春夏秋冬都有在配，因为他身上的冠军血缘，好坏天气都会配。